现在冰箱在那个福科路上的领带臭豆腐。哦，那这间的特色就是老板永远穿衬衫打领带在炸臭豆腐。那等一下我再看有没有机会拍老板给大家看。好，那现在等臭豆腐来了。好，臭豆腐来了，臭豆腐来了，大家看臭豆腐。哦，这是油炸臭豆腐。我这一盘60啊，就是现在一盘已经60块了。那它的豆腐是比较小块，哦，不过炸的相当脆。我们这是大肠猪血汤。大肠猪血汤，哦，当然顾名思义就是有猪血，有大肠，大肠。大肠，哦，汤头是就这个大锅汤的汤头。好，那它的辣椒，辣椒是长这样。臭豆腐炸的，泡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吃这个臭豆腐，基本上炸的挺酥的，这一件我以前吃过。那豆腐的比较像那个油豆腐，那豆腐比较扎实。哦，虽然小块，但是它里面蛮扎实的。那来这边吃就是有趣的，就想跟朋友，朋友吃这种从小吃到大，介绍我过来，挺好吃的，就在那个大马路边。那基本上就是大概没有很饿的状况，就是一碗汤啊。那个豆腐啊，那他这边也有麻辣跟清蒸的，那也有蒸饺，所以大家就看看我的时机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就去吃喽。